新穗高缆车第二段的屋上展望台，在这边看到夕阳绝景了。不会觉得很冷啊，还好，一点点凉，凉快凉爽的。哇，北阿尔卑斯山群山，这边最有名是冬天了。然后它的今年的新设施顶之声就在下面了。夕阳景色真的不错，大推。3300贵的有道理，不过还是昨天比较好。昨天白马八方3200可以坐三段了。